对的，我们这位小光说，到时候会有吗？会有的，会有的。我们现在预估呢，是在5月1号劳动节那一段时间呢，我们都会做一些企鹅漫步的这个直播。那个之后呢，我可能每一周周末都会给大家直播一下我们的企鹅漫步。因为啊，我们企鹅漫步呢，它时间比较短呢，可能是早上的10点05分的样子，然后到10点半、10点25左右就结束了。所以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早上要睡个懒觉呀什么的，就没有办法那个看到，所以我会给大家做一个直播。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里面，我们的丹哥一家出来了，大家认不认识他是谁？可以把他的名字打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我考考大家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现在镜头内的画面内的这一只啊，这头大猩猩他是谁？大家知道吗？啊，如果有知道的，可以发在那个屏幕那个。那个评论栏里面啊，第一个答对的那一位，到时候我私下里我送个礼品给你啊。大家知不知道它这一只是叫什么名字？好，到时候我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然后我们到时候等我们饲养员那个哥哥出来以后啊，我们来问问他一些问题，看看大家说的到底对不对啊，说的到底对不对。Hello， 欢迎来到我们上海动物园去逛动物园的直播现场哦。我们现在看到了我们的那个大猩猩，现在都吃得非常的欢啊！我们的摄影师师傅啊，请把这个镜头持续对准我们的那个大猩猩。哎，我正好看到了我们刚才进行撒料的我们小万老师啊，也正好过来了。你看，小万老师 ，Hello， 我们镜头在这边啊，我们镜头在这一边，站在镜头那边。对对对，我把麦克风给你，稍等一下。Hello， 小万老师，
我本来是把镜头对在这条走廊上面，我想你从那边走过来，结果你从我身后啊，那边正好绕一圈看一下那个整个室外，看一下整个室外啊，对啊，对，这小班老师平时就是负责我们大猩猩的饲养吗？啊，对的，对的，对的。好的，好的。那我们大猩猩今天我们出来的是哪几位家庭成员出来的？是一个丹哥跟他两个老婆，一个家族。哦，今天出来的是丹哥和他的老婆，就是我们今天三头大猩猩在外面。对对对对对。哎，那我想问问直播间的这个观众朋友啊，我们知不知道哪一只是丹哥啊？我们那个摄像师傅把镜头我们可以扫一下，我们来看看那个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朋友有没有知道我们哪一只是我们的丹哥。啊，这个是丹哥，对对对对对，这位叫慧姐的用户啊，我觉得回答的还是比较准确的啊。我们让小万老师来 check 一下，小万老师你看一下，他们说的这一头是不是丹哥啊？对的，这个头是丹哥，对吧？他有什么显著的特征？为什么他可以看出？就是首先就是他的一个体型是很最大的，哦，对，体型是最大的，然后就是可以看他的背部是银色的。哦，他背部是银色的耶？对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吗？他的背部是银色的。我这个机位我来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它的背部是银色的，哦，所以说我们外面说的这个银背大猩猩是不是就是，银背大猩猩就是一般指的是就是成年雄性大猩猩，成年雄性大猩猩，对对，这也是它一个象征，就是一般雄性大猩猩成年以后变成银背了嘛，就说明它已经就完全可以自己组建一个家庭了。啊，是这样子，他就是就是到了这个性成熟了，是这样子吗？对对对对对。嗯，那我们今天因为还有两位小伙伴，我们的海蒂、海贝没有出场，对 对, 对，他们现在是银背大猩猩了吗？海贝是的，海蒂还没有。哦，为什么呀？他们为什么是因为年龄上的差距吗？对对对。那我们的海蒂大概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海蒂呢，就是大概是这两年，就是已经开始慢慢就是变成银色了。哦，已经开始逐渐有对对对有那个趋势了，就可以看到一点点的一个苗头。对，我了解了。那我们其实直播间的小伙伴呀，他们还想知道，哎，我们海蒂、海贝他们兄弟俩平时现在关系怎么样呀？他们兄弟俩关系就是有一点的，稍微有点敌意的，就关系不是很好。哦，关系不太好，那怎么办呀？他们就是让他们慢慢进行熟悉，慢慢磨合。进行熟悉和磨合。对。那他们这个父子间的关系呢？一般他们像丹哥，他们对海蒂比较友好。哦，对海蒂比较友好，对，比较疼爱他们的一个小儿子。然后对于海贝呢，就是稍微有一，就是可能就是雄性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怎么说，就是雄性之间一个争夺领地。对对对对对对。了解了，了解了。那看来啊，我们大猩猩家族的家庭关系啊，跟我们人类家庭关系一样，也都比较复杂啊。啊，对的，对的，都比较复杂。那我们今天正好我们现在镜头在这个小万老师这边，我们让小万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也是个首领啊，然后另外两头呢，就是有一头阿斯特拉，你们可以看到它背部有点棕黄色的，跟那另一头小的，另一头那个雌性的昆塔是有点区别的，背上了一个毛色。哦，
哦，我们有两头那个雌性，对对对，嗯，你会观察那个背上的一个颜色是有点区分的，然后包括阿斯特拉它的头顶呢也是有点棕黄色的，嗯，对，然后这个阿斯特拉也是这边海贝海蛎的一个母亲啊。哦，是海贝海蒂的母亲。对对对，他就是在这边繁殖了两头大猩猩嘛，嗯，然后另外一头就是昆塔。昆塔。嗯。那现在我们画面中的这一只是哪一只？啊，这个就是首领，啊，单哥。这个是单哥啊。对对对。那我们在旁边这一只，这只是。这个就是昆塔。昆塔，昆塔，我看它的一个特征就是肚子特别大。对对，肚子大。对对。它为什么肚子大？是吃的比较多吗？它吃的其实算正常的量。一般都是正常的，对对对，哦，嗯，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各方面的一个原因嘛，导致比较有点，哦，肚子比较大，有点大，啊，对对对。那它跟那个阿斯特拉最大区别可能就在这个肚子上面。对，你很直观的一个区别，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毛的一个颜色有点不一样，哦，毛的颜色。对，前面小万老师说那个毛更加偏黄的是哪一只？阿斯特拉。啊，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毛色更加偏黄色的是阿斯特拉啊。可能平时之前前段时间天冷啊，在内场的时候可能看不太清楚毛色的，黄与黑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外场，其实我们镜头内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毛色，啊，特别的明显啊，特别明显。哎，他们两只正好是也在一起啊，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它们里面区分啊，我们的阿斯特拉它的头部和背部的颜色，对对，会更加的偏棕黄色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头顶上其实有点像染了一撮黄头发黄毛，对不对？对对对。跟我们小万老师一样，有点黄头发，黄头发。对了，讲到这个发型这个事情，我们之前啊，我们发那个大猩猩的一些小视频的时候啊。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呢，也是有通过我们的短视频看到过我们小万老师，他们对于小万老师这个发型也很感兴趣。他们说是不是为了更加能够亲近大猩猩，所以搞了一个颜色跟他们差不多的这样一个发型呢？可能就是也会有一点那个关系吧。哦，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嗯，还真是挺，就是说人家有些人说，就是说两个夫妻啊在一起啊。会越长越像，对不对？天天跟大猩猩朝夕相处，哎，总归习性上也会有一点点，对吧？对。那个母的一直不会养的，这个啊，这个养过，养过小孩吧？啊，没有没有，那个肚子大那个是没有。他永远不养的，我来了10年了，没看到养。对对，他们其实可能就在国外就到这就临近到这边来，就也就没有繁殖过。肚皮大呢，不一定是怀孕了。你看我肚皮也大，对吧？肚皮也大。是母的，他一直不养，这个是公的。吃了肚，吃了肚，肚皮肚，肚皮肚。最以前的那个死掉了，那个50年的那个。啊，那个是伯罗曼，对对，那个是那是单独的，那对对对，啊，年纪大了，这年纪大了，看到吗？周边的游客啊，对于我们上海动物园的大猩猩，没有没有，那个伯罗曼就一直是一个，非常了解，他一直是一个，他是公的呀，对对对，公的，他有小孩培养过吗？没有没有没有，他一直是一个人生活的，独立的，哦，啊，他是独立的，哎，伊拉把这个在老年之间没有吧？没有没有没有，现在养出来小的是哪个母的养的？现在两个小的都是另一头母的阿斯特拉养的，就那一头颜色有点黄的那一头。对，你可以在也在室外，对对对，可以看一下，就这个吧，就这个吧，这个的是这个吧，应该就是这个是公的，这个是公的，应该是。中午的老虎就主打一个睡觉真香。后面那一只，哎，头发比较黄，我看我。他们是公的。哎，这个是公，那边木头那边是公的。这个是公的，这个会养的对吧？会养。现在可能就是不会再进行繁殖了。以前养过的。就是以前生过两胎嘛。哦。啊，对。动青年生哪里啊？在那个室内场室内啊。这
在已经长得很大了，现在很大了。因为我们的这个海贝也有多少岁来着了？他现在是16岁，08年出生的。对，08年，哦哇，现在08北京奥运会到现在已经有多少年了？16年了。对对对对。想想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快啊。负责这个东西的。啊，对对对对。我很喜欢这份工作。啊，可以室内看看。看来我们的游客朋友也是非常的关心我们的大金鱼的情况啊。那个。我们的海，我听讲的海贝已经是16岁了，对，对不对？嗯，那海蒂的话比它小几岁？小4岁，小四岁，所以也12岁了、啊。对对对。所以大家是不是印象中，我们之前啊，公众号还发了，就是在这个，我记得印象中很深啊，海蒂还抱在他趴在他妈妈的那个背上，对不对？啊，那还小，感觉好像恍如就在昨天啊，这一晃眼已经12年过去了，所以说。各位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要珍惜眼前的时光，时光是很快的，你看已经从这个大猩猩幼崽已经长成了，已经快要变成这个银背大猩猩了，对不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时间还是过得非常的快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您给那个小曼老师给大猩猩投喂的这是些什么饲料，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吗？一般就是生菜，刚才一个蔬菜就是生菜，然后呢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香蕉、苹果、梨啊、青椒啊这些东西。哦，青椒，我刚看您拿了一大盆那个东西，那是些什么东西？就是那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些，苹果、香蕉、梨呀、啊，还有青椒啊、胡萝卜、黄瓜这些，就是切好了混在一起的。哦，那里面没有肉块吗？我看红色不是肉块，红色的是胡萝卜，是胡萝卜。他们是那我们大猩猩长这么大只，它不吃肉，它不吃肉吗？对对对对对，他们主要还是吃的是素食主。我们大猩猩是纯素食的一种动物，对对对对对对、哦、那它能长这么大呀？那它平时比较喜欢吃什么呀？平时他们喜欢的肯定是喜欢吃像橙子啊、香蕉这些，还有就是一些叶子。一些叶子，对，那我们会根据我们饲养这边会不会根据天气的不同给我们的大猩猩一家配一些不同的东西呢？会的会的，就是会根据季节变化，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柳树叶不是刚很嫩嘛，然后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柳树叶。柳树叶，对对对、哦、他们很喜欢吃的是柳树叶。对，那我之前看到他们在那场吃的好像都好大一片，那个是芭蕉叶吧？对对对，那芭蕉叶呢可能再过两个月再过一个月左右就是给他们开始吃了。芭蕉叶要到偏初夏的时候才会对对对是给他们吃。 对, 对，那像之前前面我们过去的比较冷的这个冬天啊，给他们有什么特别的配方吗？冬天的叶子呢，就是因为冬天叶子本来就少嘛，我们会在大概4-5月份给他们那个柳树叶提前准备好放在冷库里，就是提前储存一下。明白了明白了、还是柳树叶偏多。对对对，柳树叶偏多啊。我们这边直播间呢有那个观众在问，我们的海蒂海贝有没有找老婆的计划啊？这个计划呢其实我们一直在就是一直有的，但是这个是要进行跟国外一直进行协商嘛，可能就是
我们也说不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就是确定有。对，这个反正各位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对我们的上海动物园的大猩猩比较感兴趣啊，可以随时留意我们的官方公告啊。对对对，官方公告。那我们其实也是非常希望，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啊，那个我们这当时来的时候是一公两雌嘛，对不对？对对对。那当时是1993年吧，我记得印象中应该是。啊，他们三个来的是2007年来。啊，零七年。对对对对对对对。当时应该是那时候是那个袁院长、施院长当时在跟那个荷兰那边协商的进行引进，对吧？啊、对对对、嗯、对。这些故事啊，我相信大家如果关心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啊，应该也都了解啊。所以说当时呢，全国只有北京和济南两个城市是有这个、大猩猩的。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大猩猩种群啊，通过我们的繁育和培养，已经成为了国内最大的一个种群。对，应该指的就是丹哥他们一家，是吧？对对对。啊，各位小心哈、啊，我们这边有一根线啊，小心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观众有什么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你吃松鼠，松鼠，松鼠啊！那松鼠就跟下面长点。哈哈哈！很巧。哎，那里边还有一个。嗯。嗨。给它勾引出来。通过什么呢？通过食物。不想没看，旁边那只。哎呀，你看来你这人还挺爱惜的。哎，你说这个舌头是不是叫牛舌？挺美味吧？哎呀，脚都上来了，干嘛呀？我饿了，饿了呗。怎么还不给我？你就说我吗？咸的，呛的，长得那么咸。其实都是由他自主的，对对 对, 对，因为我看完还有一些天气原因嘛，因为之前对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对对，好像说是都没有在外场，因为那我们大猩猩这样一个物种，它比较宜居的这个气温和生存环境，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它其实它们的一个栖地呢是在非洲那边啊，非洲啊、但是它所以说它一个温度一般都是20到30多度，25到30度之间嘛，嗯。然后呢，我们这边就是可能就是室内给它保持一个大概是25度左右一个恒温，就差不多这个范围区间嘛。然后导致就是让，比如说冬天呢比较，稍微比较冷嘛。嗯。那其实他们呢，其实可以去接受的，但是，室内室外是有个温差的。嗯。就我们要避免这个温差对他们一个身体造成影响嘛。是的，是的。你像我们人如果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出门可以穿衣服、滑雪衫，对不对？进门我们可以脱。那大猩猩呢，只能靠自己的这个体毛，对吧？对对对。啊，所以说我们人工干预起来可能就稍微比较困难一些。对。啊，所以冬天的时候，我看他们不太愿意出来。冬天时候我们就不会把他们放到室外。对，他们不会在室外。对。那夏天如果像我们上海，我们三伏天可能也比较热，有个36、37度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也会把那个打通的。嗯。但是他们呢，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太热了，就不高兴出来了。了解，了解。那因为很多朋友啊，其实来到上海动物园，他更多的是想要看一些动物比较活跃的这个姿态。但是呢、可能每次来的话，可能看到大猩猩都比较慵懒啊。那我们大猩猩的话，如果要来看的话，您觉得建议是什么时候来看它比较活跃一些呢？一般就是可以在他们吃掉的时候，就比如上午的9:30左右，然后下午是大概3:30左右，可以过来。上午的9:30左右是早上，他们是吃早饭，对不对？对对对。9:30左右吃早饭，那下午的是3:30左右的时候，对，他们是吃晚饭，是吃晚饭啊，吃晚餐。所以他们一天是吃两顿的，是吃两顿。对。那他们一天大概，比如说一头，像我们就以单哥举例，单哥他大概能吃多少呀？一天大概能吃10斤以上的量。10斤以上的量，对，那他们的这个占比，就比如说我们颗粒料跟我们的水果的这个配比大概是多少？主要是蔬菜跟水果，然后那个绿叶就包括蔬菜跟树叶嘛，大概能要占了60%到70%。哦，60%到70%的是绿叶。
对，有蔬菜啊，蔬菜啊植物，还有的树叶嘛。对对 对, 对，因为像水果的量要控制。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水果它果糖含量会比较高。对对对。动物呢跟我们人一样，吃多了呢也会容易得一些心血管疾病，对不对？对 对, 对。像大家所了解的，我们当然不是站在我们大猩猩馆啊。我们那个之前我们的一个明星，我们森泰，相信很多朋友都认识啊。他就是因为吃了太多这种东西呢，得了糖尿病，对不对？哎，那我们大猩猩。如果吃多了，它也有可能会得糖尿病，会的呀，啊，也是会有这样，就是都是人和动物都会得的这种毛病啊。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上海动物园这边呢，也是会严格控制他们的一个饮食结构。所以啊，我们的游客朋友来到我们上海动物园，在进行观赏的游玩的时候呢，也不要去投喂动物啊，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给它精心配比啊，包括不管是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跟不同的这个气候，跟它做些微调，对不对？啊、对对对，是会调的，对。好的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有朋友说那个昆达快生了，其实不是啊，啊对对对对，前面的有游客来的时候也已经问过了，啊昆达就是肚子，它体态特征就是肚子比较大，对对对对对，它是一个比较大，就像你们没看到主播我啊，我其实也是个肚子比较大的一个人啊，我们人也有这个小蛮腰和大肚腩，对不对、啊、我们大猩猩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对，都一样的，对对，并不是要生了啊，并不是要生了啊，所以说呢，我们根据我们小万老师说的啊，我们如果要来看大猩猩比较活跃的时候呢，是早上的9:30吃早饭的时候和下午的3:30他们吃晚饭的时候，大猩猩一天呢是吃2顿左右。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大猩猩的那个一些其他情况。那我们大猩猩的这个身高体长这些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他们一个身高啊，就是你们他一个站立起来能够到达1.8米以上。哦，1.8米以上。就雄性的话能够到1.8米以上。雄性1.8米以上，那就是跟我们成年的男性就身材那个比较高的也差不多，对不对？对对对，他、哦、如果他直立起来嘛、啊，那一般都是不会直立的。就是直立起来可以1.8米左右。对对对。哎，那他跟人一样的话，那他这个力量水平应该跟成年男性也差不多吧？哦，差很多的，哦、差很多，大概是成年男性20倍以上的力量。哦，要差20倍啊！对对 对, 对。那他跟我们这个成年男性1.8米的个子也差不多，他要差20倍啊！那力量是、差很多，对对。那我们在游客来我们上海动物园大猩猩馆游玩的时候，在玻璃房前面。不会有危险呀、啊，这样。那倒不会的，那个玻璃房呢，就是也是特别去进行制作的嘛。你们可以去那边展厅里面是有一个玻璃一个模型啊，就是大概是双层钢化玻璃啊。哦，双层钢化玻璃。所以说我们的安全呢也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啊。对对对对。而且说实话，其实我们的大猩猩性格还是比较温和，它没有不太喜欢去击打玻璃啊。对对 对, 对。我因为来这么多时候了，也没有看到它说。它
啊，打过一声、啊、对对，基本上是不会进有这个动作。对对对对 对, 对。那大猩猩在野外的话，它的脾气性格一般性格比较好，还是说比较差一点？那还是得看情况，比如一个家族没有一个外来入外来一个动物进行入侵，就是也是会比较温和的。对，好的好的。那像目前我们世界上大猩猩的一个野外种野外。